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45集的节目。我们将给大家分享一位同好朋友文杰哥借给我的众多变形金刚前三集 Legion Class 的玩具。这个是来自于第三集的这个雷霆拯救队三人组。其实以前给大家分享过了，但是这一次呢，有一个家伙不太一样。中间这个 Top Spin 上旋的话呢，是经过改造的啊。它呢，以原本的模具，这个是我自己拥有的。这个是改造过后的版本，具体差别在于变形成车辆之后，它成了一台武装的纳斯卡赛车。那这个的话呢，就要再忍不住吐槽一下，很多年很多年，不管到几年的话，我们还是要吐槽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官方的话呢，在做雷霆小队的时候呢，在第三级的玩具，不管在哪一个等级，Legion 啊、Deluxe 啊、Human Alliance 的话呢，都没有办法完整的凑出他们的一个战斗形态，或者全部是非战斗形态啊。那么在 Legion 级的话呢，这个千角跟这个路霸两个是武装车的形态啊，当时的话呢就是比较抢手，而中间的 Top Spin 的话就是一个非武装的状态，非常觉得莫名其妙啊。那么这一次这个同号的改造作品的话呢，算是呢圆了一个，如果你想要一个传奇级车队的一个梦想。那这个玩具本身呢，我因为它是改造过，我把玩还是小心一点。它本身没有什么可动啊，就是这个依照老肖当年的说法，这是一个半合金的一个变形方式哦，两个车壳往中间折而已。然后这个手臂的话呢，这里是唯一可以动的一个张开的一个钳子。那变形的需要的话呢，我们必须会把它给藏进去。那我们就直接来示范它的变形好了啊，我们先拿出原本的模具的变形是把这两手藏进去，这两个脚尖踢上来，然后两腿呢做个简单的合并，合并之后的话呢，这两侧就直接这样子强势的压过来，然后呢，这个上面有个凸，下面有个洞啊，把它往上面推上去啊，咔的一声，啊，就可以把它轻松的变形成一台非武装的 NASCAR 赛车，这个是非常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啊。那我们其他的两位人物的话呢，我们一起把它给变形好了啊，他的这个腿的话呢，一样的。是往上面折上来，那我就顺便再提一下这个故事好了啊。当年其实已经有做过，然后呢，雷霆小队的这三个家伙呢，其实我也已经有做过高清重置版了啊。那这一集的话呢，我等于再把它们拿出来录一遍啊。所以这三个玩具的话呢，可见得，我是多么的喜欢它们啊。这个手臂是往下面搓，举上去之后往下搓下来。那我记得这一款，我不知道呀，好像这一款这个路霸的话，当时在台湾的全家便利商店啊，就是已经十几年前的台湾便利商店啊，是可以买得到的啊。但是我好像是在百货公司买的啊，我是单独去入的。然后这个千角的变形跟这个路霸是几乎是一样啊，只是一个肚子是翻到前面来变肚子，另外一个则是翻到后面啊，变成这个后颈部的造型，这里。腿啊，这里这样折进去。我这款千角品质很好啊，到目前为止它是非常的紧实，手臂一样转上去，然后呢，这个放下来，主要是收进去啊，这样子很紧。我这个千角到现在的话，它的关节都还是很紧实的啊。力俊级的玩具啊，真的是好玩啊。这个啊，就是让人觉得非常奇怪的，你没有办法凑成一个完整的武装车的一个部队啊，非常非常的怪。那我们的话呢，就来示范一下这一款的变形。其实变形的流程都是一样的啊。这个脚的话呢，这个地方的话呢，因为它多了这个部件，所以它这个脚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往上面推到底啊。至少我是，没有敢这样操作。那它的脚尖的话呢，我们就不收到底了，不收到底。然后，但是两腿中间的话呢，还是有一个组合的卡扣的。那由于这个部件的话呢，它是另外再拼凑上去。所以在变形的时候我会小心一点。那这个脚，这个半合金的这个壳一样的啊，往两侧中间这样过来，然后把它给合在一起啊。我还是小心一点啊，这个把它扣上去啊，卡的已经好大声啊。这里一样由下往上扣上去，但是我会稍微的留意，小心一点点，把它给扣上去。好，那小心的把它扣好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武装形态的Legion Class 的 Top Spin 非常非常帅气啊！上面的话呢，搭载了至少有可以肉眼可见的话，就有两门枪，侧面还有两门，还有上方这个多出来这个是推进引擎嘛，我们直接这样对比好了啊。
你看这个帅气的程度是差了多少啊？包括它的前面的车头，它也做成了是一个爆甲状态，对不对？这也形成了一个。那由于它是另外装零件上去，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它的整个大小是有往前面再延伸一点的，有变大了啊。那车尾的话呢，则是这个原本的这个脚掌，它变成是这个样子，对吧？没有扣进去的样子，所以后端看上去也变得更大。那言而总之，总而言之，是一款真的是很精致的改造品了啊，彻彻底底的将它给做了一个升级。非常的好哎，这个，然后我们总而言之的话呢，这个红绿蓝啊，终于一个完整的这个雷霆小队，小比例的雷霆小队就这么样形成了啊，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改造。那也感谢文杰哥呢，这一段时间支援了这么多的 Legion Class 的玩具。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